想知道任何房市情报，马上扫描免费咨询。Hello， 欢迎收看本周的新竹房市焦点。很快的，已经到了四月的倒数第二周。如果您还没找到理想中的好房，不妨参考看看以下建案哦。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立丰御邸。立丰建设立丰御邸大楼案基地坐落于竹北市光明六路与县政十一街口，临近家乐福竹北店，学区为博爱国小、博爱国中，生活机能完善便利。本案规划双栋地上十五层、地下三层建筑，单层四拼，坪数为38到49坪，3到4房，总户数113户，含7间店面。建材采用耶鲁锁，里内厨具，偷偷卫浴。本案全面动工中，想要在竹北找好房的您，记得去看看立丰御邸哦。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丰捷和丰。丰捷建设和丰透天案基地坐落于苗栗县竹南镇仁爱路与仁爱路645巷口，临近大埔公园，学区为大埔国小、大同国中，规划地上3楼半，中庭户41到43坪4房，临路户61到61.5坪4房，一楼停车，总户数18户，建材为樱花厨具、德瑞克卫浴，采用新加坡式开放车道设计，安全又宽敞，诉求透天一次够足，未来就免再换屋喽。接下来是天福城丰，天福建设天福城丰大楼案基地坐落于新竹市北区中正路198巷23号，位在新竹市中心，距离巨城及原百商圈都仅15分钟。本案规划地上10层、地下2层，23.7到31.4坪，2到3房，采用偷偷卫浴、伊利德厨具，天福城丰附赠5年防水保固，还配备云服务平台，用科技让您的居家生活更便利哦。最后为您介绍的是安心玉松园。安心建设玉松园电梯透天案基地坐落于新竹市中华路3段121巷，临近克雅西绿带公园，规划地上4楼半、地下1楼，110到140坪，5到6套房， B1 停车，2到3车位，总户数64户。安心玉松园在顶楼设置了2颗足足2吨的卧室水塔及全屋式净水器，有充足的储水设备，在限水期间也能够有安心的生活品质哦。今天的新竹房市焦点就为您介绍到这，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讨论房市，可以在脸书加入新竹房市讨论区，或者用 LINE 搜寻新竹房市大小事。我们下次见，拜拜。